各位同学，今晚开始上课啊！大家请坐。各位同学，今晚开始上课啊！大家请坐。上过我台湾史解码的，请举手。 哦，很多人都没有上过哎，你们是直接？哎，请放下，你们是第一次来上高，直接要上高级班是？OK。 我的课哈是需要用脑筋，要思考，所以很怕被打断。哦，我们连连续的時候來，也滴滴都耶。哎、欸，从小到大上过艺术相关课程的，请举手。吴宝，啊，请放下。没有上过艺术相关的课程，请举手。哦，请放下。哇，戴院长，这怎么办啊？哦 你们會,不会觉得很奇怪？为什么台湾民政府开的课程高级班里面放艺术史的课？艺术节嘛很重要哦。艺术，嗯，好，好直接讲好了哈，让你们看图。来，下一张。再讲，往来这张大龙斋了，这里面学艺术拢看有了哈。冬天看到往来应该很快乐哈，夏天的门家嘛哈。 这样来弄栽哈，啊，我是画画老师，啊，我有一堂课哈，后面到的请尽快就座。 来，这是往来哈。我上的课有一堂课哈，叫做跳跃性思考。跳跃性思考，先给你一个物件，根据第一个物件，你去想成下一个；根据第二个画出来的，再跳到第三个。所以这是我的作业，画这个作业，我叫为往来，题目是往来哦。啊，这是学龄前的小孩子，它里面。 请问来看了，内底有几条往来？他画了几颗凤梨？没，先不要急着讲答案，我待会问哈。看完以后，几秒钟看完哈。诶，认为刚了几条的，请举手。好，请放下。认为两颗的，请举手。好，请放下。三颗的，请举手。我要做个统计，请放下。四颗以上的，请举手。 好好，请方讲哦，那大家的认知都差异很大哦。好了，按哪几公几厘哈，大家都相，大家都知道有一颗凤梨，都认得出来对吧？哪一颗？记得吗？哈，那没有问题嘛。有人看到其他颗吗？没有嘛？哈，这个大家都同意。啊，村里都是边来看，还捡来往来嘛，对吧？来，这个小朋友二十分钟全部画完，二十分钟之内哈。那第二个凤梨是什么？ 对了，诶、欸，往来那个变做啥？太阳呀！往来没有那个变做太阳、欸，没有切哈，不切哈，刚才规条往来让他看看做太阳。诶、欸，对，从上面往下看，啊，得长长黑的，看到那太阳诶。哦，诶第二粒，他画第二个凤梨起来、啊、呢，啊第三颗呢，几粒啦？啊无，我讲无切了，迄规条好好，哦，规条好好无切哦。 伊敢若看的角度无换，从上面往下看，凤梨就变这样子。你看凤梨变做太阳，啊太阳变做啥？时钟嘛哈，时钟嘛哈，啊时钟起来那怎样？伊是时钟，定个下口味嘛，对不？啊一下到偌者，二十七呢？奇怪，诶，时钟那有二十七个，啊？有趣味无。 但是咱怎样演艺术戏？以学龄前嘛，我们在一天二十四小时嘛。但是你猛哎、欸，我就猛打嘞哈。西京刚，西京为什么一天二十四小时？三十个小时干比赛，为什么不可以？为什么不可以？你有没有想过十二个小时可以？各位十个小时刚好省啊，那比赛我们从来没有问的。为什么一一个小时里面六十分钟？为什么不能一百分钟？为什么一分钟里面六十秒？为什么？你没不去想给？没有人去想过哎。 时钟为什么一七金啊？啊，时金一开始时时间怎么来的？像顶顶啊，来全世界都赶快选对大家有没有想过？没有想过哎。那十经为什么不选二十经。那没赛，那为什么一定要？哎、欸、哎，这个先不讲啊、喔，现在讲话啊、喔。啊，这虽然是时经哦、喔，啊，这几几几几下，这里说时针、分针、秒针嘛，啥机年啊，那我下这机？哎、欸，它一直在动嘛。 它有深有浅，好像好像都一直在动啊，因为二十七，因为它不小，一天几个小时写到二十七。小孩子刚学会嘛，小十七嘛，后啊，啊，看一看伊个，干嘛这啊个无斑竹，一个家讲，诶，看起来，那那产生咩啊？披萨，所以这个更久了，猜嘛，有趣没有？很好玩哈、哦，小朋友很有想象空间哦。有太阳、啊、变作不？凤梨变太阳啊？经过太阳那个变作披，诶，丝丝巾，丝经过丝巾都变作披萨。 啊！快快，即个小朋友突然搞偷个物件。老师，请你给我一把尺，我要画凤梨、欸。你有感觉真奇怪，往翁来来，翁来来，对，刚线要用这么直的，要用尺来画凤梨。你感觉真奇怪，用尺画凤梨。但是我个老师很特别，我互你笑，你欲爱啥，我，你工工具我摕互你，笑都摕去。阿甲伊画结果伊画啥？歪这了，就厉害吧？啊，这啥物件？ 啊，破不能破嘛！我刚才讲说鬼雕弄来，但是你得滚动啊，你得滚动一尊，一些这几条都拉来啊，而变成什么数字零一二三，而且、啊、一片一片叶子的呢，左右顺序来放对哦。啊，有的那时候其他学校老师都跟我讲啊，徐老师你喜用喜欢这样啦，你把大人的想法套在小孩身上，所以他变天才。我讲这是天才，哇，这是有史以来看过想跳的你呢。 哦，啊，徐老师有没有解读太多？继续播呢？怎么可以见得？我买公公位买个公股啊？我根据什么？你刚才盯完我一下，我一起来掐吧啊，掐也开我一下，那那也开一下因为我一条一条门件嘛，一条门件就是这个的暗示啊，一条像像车子滚动的时候轨迹造出来，对吧 这样了解了吗？啊，如果你往来是那那那的,的话，阿力嘎，是不是一条轨迹都造出来？啊，杜家已经写零到二十七自然数字的叠加嘛？嚯、哦，从三度空间加时间变四度，就拉回一度。天才不是天才是什么？我那时候阿力给讲天才，果然后来也证实他是天才。为什么？后来伊都去考个四大数学系，后来出国就讲你。 博士后研究数学系的天才，他在意的底下这不同的向度来对自由的挥洒跳来跳去。哦，请问吼伊这作业吼，啊，我都跟爸母讲啊，这先先先不讲这个，伊这作业呢跟诶学校老师也变样去。美术课啊，画这，搁站那边呢，画画架，给我发赞，你画这是什么东西，对不对？ 诶、欸，是会被骂的呢，是會被修理的呢。啊，我我看到这种话，我感觉引北部公赶快送出国了，卖给台湾了。啊，结果你老怎么样？还是照常让他进正常的学校。啊，果然没有错，一年之后我 k 维荣来已经像凤梨了，都维起来就行，往来往来，也想像力龙伯起了。所以怎么样？好好的天才到了我们教育体系里面，就用糟蹋的，被糟蹋了嘛。 天才在你这些老师的眼里面，他是来搞导弹的嘛，是坏蛋嘛，是庸才嘛，信不信？那当然人那爹也告有铁通来，铁通当做蠢材呢，不符合野标准都，都都不是个东西呢，那呢？你这样的，填美术课不会及格嘛？这种分数怎么会及格？可是他是天才的画出来的话呢，你老师看博呢？ 老师水准无管教，会当看,看看阿八这八度呢？你你小孩子的发展是受限于老师的水准的，老师的水准啊不够的时候，你的小孩子怎么样栽培？虽然过去靠人靠靠背好，那些老师啊，那個、教育体系给你，哎、欸，那拢欠栽培呢？当然人，你连这伊、個、的教育很多来，对，当然要背啦。考试是什么？就大量的记忆，然后很快的把记下去的东西背出来嘛，这就是考试嘛。所以伊。 在他的系统里面造出来，不是天才，唔是哦。独家黑数学天才，啊来，在国外变天才，为什么？因为台湾为什么是四大美？这些数学系不是台大数学系，考试考不好啊，那其他科就不行啊。像国文都是不及格啊，但以数学是天才啊。所以他用错误的筛选方式出来的就是错误的答案嘛。所以真正念台大刚念建中北一女不？是真正天才，唔是呢，别人痛唔是呢。 啊！你连扣，干是百分之十人扣掉，著、就是也要背的人啊！村里人边啊，个去找道路啊，职业学校去混呐、啊，落毛好好去混呐、啊，不就这样子吗？他在糟蹋台湾人诶人才呢！教育很痛来是安尼，伊被训练什么会晓背的啦，会去执行伊命令诶人。但是我我诶课程毋是安尼啊！我即满要甲台湾人，咱套开咱诶法律。诶、欸，恁诶，恁诶，大遮上课已经足巧嘞，不是一般人呢。 你看得听得懂道理，不仅了解，还付诸行动去执行，以及是外外面一顶，唯唯诺诺，能也要背，也要背出来，去考国考来出来人呢。这另外一种思考方式，吼，好了，讲到这個，我我我继续讲下一，诶、欸、下一张牌谁？你帮我翻一下，哈，这是什么？ 我在想说，我们的教育系统里面是什么问题出了问后来我发生，我在讲另外一个故事啊，在讲有谁看过这个东西的，在座里面谁有看过？没人啦，一定没人啦。有的话，我真的会，哎、欸，把机会吐出来，不可能啦。这是什么我看我以前在美国东岸念书了，一个长春人长春人学校，然后我念的是艺术研究所。那我们在学期末了的时候。 诶，每个人要把他作品拿出来，那台下他们就因为就邀请很多世界著名啊跟艺评家这一块艺艺评家的艺术评论家啦，著名的艺评家、艺术史学家这一块，给你你在 defense 你的作品，就是 defense 怎么讲，就是要辩护你自己的作品，为什么这样话？啊，他们就提问题，啊，你就要回答，过的话才能毕业。啊，这个过程当中就像这样子套经，东这一跟艺评家啊，你把你的作品摆出来都是安 哦，下一张麻烦你，哎潘水再上一张哎，啊结果这一平家在我我有一学期在那边画画摆出来的时候，突然有一个日本教授 K R K，啊老公哎你没有去过欧洲吼、喔，我很奇怪，我我我不在在讲我的作品啊跟我有没有去欧洲什么关系，啊所以我那时候就。 表面上是无虾米代志，但是回去以后打电话搞妈讲，讲今天有一个日本教授讲我毋捌去去澳洲了，搞漏亏啊！啊，为什么说漏亏？因为那个学校哈，因为长春的学校大家都有去过欧洲嘛，没有去过欧洲几乎是没有嘛。啊，我是唯一的一个台湾人毋捌去澳洲，啊，就叫人漏亏，我就讲啊，俺妈讲你今这个暑假回来，我送你去澳洲。所以那个那个暑假我就跑去欧洲。 啊，去跑出来去参加台湾有一个团，欧洲团。迄阵台湾的经济袂歹，就只欧洲团出去。啊，我就想说，欧洲团你拿去采购团又没有意思嘛？采购团东西袂猛健嘛？所以我就找一个说，哎，多多有一团，导游搞共有这一团都是国小老师，台南一个国小老师退休，别出国去头。我讲啊，这团对了，啊为什么？因为少说有没师专也是师大毕业的，在做国小老师嘛，对吧啊，高级知识分子，啊，驾车驾归西人。 今晚被退休啊，应该是就离开在丢啊。我得跟他们就跟这一团啊。我们有欧欧洲就三几个国家啊。头头一站到哪里？哎，下一站麻烦你。这里是哪里？谁知道？啊？啊，很好哦。我这起比以前都知道了。这是什么什么地方？梵蒂冈哪里？圣彼得大教堂 St. s t Peter's Church。圣、哦、彼得大教堂是十六。 到十七世纪盖完，一百二十年盖好了，花了一百二十年。哎、欸，你要记得哦，十六、十七世纪一尊起，什么情况？啊，佫冇什么钢骨结构哦，就种砖条贴的哦、啊。啊，然后我随便跟你讲哦，人是遐老诶，遐对不？啊，加个嘉宾在那，现在几点嘛，是那就知道他门多高了嘛，对不对？三、四层三四层楼以上嘛，对吧？啊，我们再看上面有什么。 十二门徒的雕塑，随便一个雕塑都拿在哪关随便一個雕塑拿下来都是超过三高。哦，那广下一张看得更清楚，有没有看到？哦，你光在雕塑的啊？啊，狼叠加，哎呀，B 哦，啊，那时候全部石头盖呢，没有什么钢筋水泥啊那个贴的。阿满，你有没有什么什么先架一个架子这样？木头啊那个啊，九桃那。 看看是灯光去，下一张。哦，这从上面往下看。梵蒂冈，哦，可能有看到一部分意大利的罗马的部分。哦，我睡哈。你有没有看过那个什么达文西杰嘛那部电影？啊，达文西密码，哎、欸，对，好像看过去。啊，下一张。哦，它的内装，哦，都大理石。一直嘛，我上面电灯哦，听看,看。 富丽堂皇啊，这都是 shrine 哈，一个一个神龛，它里面就放那个雕塑，非常漂亮。下一次，哦，从往正上方看，诶，看到这么漂亮的事情哦，你正常的反应是什么？哇，对吧？好棒，好美哦，怎么这么这么很吓人呢？震撼，然后有起敬畏的心，对不对？这种好伟大哦，哦，这引发人的心里面那种崇敬的心理嘛，这就教堂目的嘛，对吧？让你 去敬拜上帝嘛，对吧？在墓地、在教堂、墓地安尼嘛。结果呢，我在看着点在赞叹的时候，旁边来了一个声音，伊讲：“啊，这也无啊这个咱台湾比我赶快，较大声尔。”吼 <laughs>、哦！我一听了之后，我当下我就戆起啊！我讲这些戏啊，这老师出出自于老师的嘴巴，我讲完蛋了。为什么？看到这开物件没有正常反应，反而被讲糟蹋对吧？ 一直就要找塔的，找塔的是本来是高高尚的东西放到下面来，改去找塔，对吧？那都是一级嘛。啊，成功啊！接下去我我在欧洲之旅怎么玩？果然没有错，接下去我们到奥赛 m u s e 奥赛美术馆也是啊。我一进去，哎，美术馆一进去，照理说我就开始看画、啊，突然这些这群老师都不见了。我讲哎阿找哪里啊？ 我就不管，我就看了。我看了差不多两个小时以后，走到那个礼品店里面，哎呀，卡，准备一廷老师摘一下灵格币啊。我讲，哎，阿、欸、徐老师，阿、啊、你啊存下够。我讲我看图啊，来美术馆不是看吗？哎、啊，感悟会怎啥，啊，摘一下灵格币，阿、啊、你也要看下图，你去书店去买到有啊,啊，上面还有解释嘞。我讲我开下坐钱来，接着是要看原作啊，真正的原作，原原作的作品嘛。 啊，你要也要要找跌倒湾嘛，要有啊，那开下侪是十几万来澳洲做这关代志，要怎样？问题是这些老师哈，没办法欣赏真品，真的东西他没办法欣赏，他只会看假的，只会看复制品。你知道这是一个很严重的文化嘞？那去卖小孩子嘛，也是男生嘛，都是看网络美女嘛，啊，现场的美女没办法欣赏嘛，<laughs> 对不对？ 真的哦，还有肉，还上厕所还会臭，对不对？还可以趴卡丘。这是真实的人呢。你你只能网络上呢、那個、看那个照片，这样照眼睛大大涂的哦，你只能欣赏那种美女呢，都变成二 D 美女啊！现场活生生的人在你面前，他会跟着一起长大，跟着一起过日子會，会会生气，会喜怒哀乐。这样的女生你变能欣赏这样的美，你看不见呢，你只能看到网络上那个虚假的美女。 这就是咱呢，我们都被假的东西起个大汉了，看到真嘅物件无法多欣赏，这是台湾人的问题。历史给你看都是假的，你白个鬼死人，起码看到真的历史出来，你无法多反应啊，你唔知道要咩他处理啊？佮你讲假话，讲鬼死人，起码佮你讲真嘅话你听无啊？啊好嘞，给图片看多了，看到真的图片你又看不懂了，没办法欣赏了、啊，也没有正常的反应了，看到伟大东西没有反应了。 这真害呢。这款老师啊，你糟蹋艺术品，你认为你的孩子送给他受教育起？下面看，你小孩子本来是个宝，到他手中变笨手呢。你哪讲个刁的硬噶，个堕落去，变庸才去啊！这就是我们的教育系统啊！这个系统里面执行者是老师呢。你干嘛惊？你你想说我们三代、四代都被糟蹋了嘛？那过去都是安尼大汉的嘛？ 干嘛事？校长也去关公里讲啦，你有什么才能？你在想什么？谁在？Who cares？敢来叫你嘴好好背门经尔？啊，考级考考第一名，上后背的上剑中线，上台大都、啊就是这款人啊。那、啊、这怎么办？我也是老师，我要想这些这些老师出了什么问题？你要嘲笑他，要指责他很容易，但是怎么帮助这些老师？出了什么问题？我后来想了几个问题，来下一张 trivialize 这个字哈、哦，自己英文的意思就是讲微不足道化，把这东西变得本来很重要变得不重要。但是度家老师讲的为嘛？但台基哥找他去讲，但是英文叫做 trivialize，trivialize 也有几个意思 d e s p i s e t o regard with contempt, distaste, disgust，啊、uh,，disdain, scorn，就是 d e s p i s e 就是这怎么讲？就是。 瞧不起的意思，哈，downplay 就是把这个东西，downplay 就是把这个东西降低它的重要性，降低它的优越性，啊，降低，哦，downplay，东西都是在形容这个 trivialize 这个字。啊，为什么他会做这种动作？我们再深一步研究，下一章。其实，哈，都发生一个问题，capacity，他没有这个能耐欣赏好的东西。 什么叫 capacity？我我讲个简单的呀，不要讲那么复杂。capacity 就是讲你巴肚只有这么大，前面几多好吃的料，坑你掏尽，啊你吃不了，因为你巴肚干安那样，你不是美食大胃王嘛？啊你看就啊，干来吃几嘴，结束啊！原来你没有这个能耐，那怎么让你把整桌好吃的吃下去，增加你的肚量嘛？对吧？啊你这些老师没有欣赏艺术品的能耐嘛？没有这个 capacity 嘛？电器。 哦，那怎么样增加一个人的能耐 （capacity）？就透过不同的语言。我现在讲的哈、哦，就是 language，语言是什么东西？语言不是能讲。比如说，我公，我会讲英语、法语、德语、日语、泰语、哦，北京威。我的世界是不是比你只会讲北京威个大一定是的嘛。一个语言代表是一种思考系统，不同的概念在里面。譬如讲，第台大语来的有会几碟。 英语来底的无，第英语来底有诶字，第代志无。举例来讲，黄舅舅、白苍苍、红棋棋、灰滋子，列英语是安怎翻译？是不是？我后面都重复两个字啊，车顺顺啊，顶顶标呀，顶扣扣。阿个啥？乌变变。阿个乌舅舅，粥粥知者，真者乌嘛是会知诶对吧、啊？你看，第句遐出五诶字。 啊！另外种英语是变来翻译，你太高，你翻译不出来啊。但是英文翻译中文，你台是准备了嘛？包括后现代 （postmodernism），啊，Post ism, 你变翻译，我台基不要多，后现代那是什么物件？這是什么都不是啊！你听无啊？postmodernism 啊你要翻译我大基不要多后现代那是什么物件这什么都不是啊你听无啊 p o s t m o d e r n i s m 啊后现代主义啊，没有那啊，这都刚基啊。所以我讲，你语言愈 zá，你嘢写嘅愈多。所以那怎么增加你的 capacity、um, 能耐，就是增加你的语汇嘛。 但是语汇不是跟阿讲嘅语言哦，阿个想，食嘅语言、们嘅语言、p 嘅语言、肢体的语言，各种各样的语言，以色彩的语言，我都讲过。黑顶老师哦，嘛唔是东转不东不二啦。其中一个女老师哦，对色彩超有感觉的。刚到法国的时候就說，就讲：哎，我身上穿的衣服跟这世界环四周围环境没搭，所以她马上就跑到金平那个龟书上挖掉。出来以后觉得比较舒服，因为台湾带的颜色色系跟。 欧洲也四四周也不不一样嘛，啊，等到回到台北机场一下来，哦，够不对啊，因为欧洲衣服不适合在我们这种环境底下穿着，但适合日系的色彩，所以他就是对色彩很有敏感度的人。就看老师，他就是色有色彩的语汇啊，春雨朗博啊，请下面张龙去抖那种感官，对吧？是不是？就是你能耐越多的人，你的语汇多。 你的能耐就大大了，就可以欣赏更多东西嘛。举例来说，那鸡盖可以熬粥。如果有能耐的人，哇，那简直是太多好东西保障。滴滴盖 keep you，每户会 keep you 嘛，不会像他们觉得无聊嘛。那你听不？Capacity。我上课的时候不要交谈，如果要交谈，可以到外面交谈哈，不要去影响四周围的人。然后讲到语言。 語言你讲你会晓食，台湾人真够食，你是外国食。你你搞啉酒，外国，我较早吼台湾好嘢，迄阵叫嘛，红酒一罐几万块，几万块，你弟弟贵无？我昨天喝了十几万的红酒，笑死人！我甲你讲，你糟蹋了十几万的红酒，因为你不晓得怎么喝红酒，你不会在适当的场合欣赏这个酒，你都去糟蹋业绩。你未好去熬洲欣赏，你都糟蹋十几万的团费，啊！你哥糟蹋的时干，弄料嘛。 当然，我们就就要省。诶，很会投资的角度嘛。你投资多少钱，回收多少钱嘛。你开十几万去喝下午茶，那不是浪费吗？所以你要会算嘛。我人生就这么短、啊，我怎么样让我的这个人生在有限的时间内，享受到最多，获取更多？要怎么样？好几不断要增加你的能耐嘛，capacity 嘛，透过不同的语言嘛。 要懂得跳，欣赏音乐，各种音乐都欣赏，不能只有一种；各种食物都能吃，啊，各种颜色都会欣赏。你的世界有多大，很多，你就得把人生赚回来嘛。只干唔起人生，这是要脸备冲下。啊，你啊哪拢不把按那行凶，这個、世界是别浪费什么？你不懂得欣赏人生，你活久一点有什么用？你去撩吸干，是不是？哎，阿行妇哈，啊，再来，这群老师除了他没有这个能耐，我要增加能耐，还有一个东西。 它少了一个什么解码器？这些艺术品对来看，它是一个乱码，就好像什么，你给日本啊，给中国会被盗版的 CD 贴来台完看，诶去码不同，放进那个 DVD 不能 play，一出来就是乱码，对不对？啊，这样子嘛，要去修改你的那个录放影机，啊，再回头一窥，哦，清晰的画面跑出来了，你才可以看内容嘛，一样啊。这些欧洲的那种艺术品对来讲叫乱码，它没有解码器，它跨模啊，所以要怎么样给它解码器呀、啊？ 我待会一步一步跟你们讲什么叫解码器哈，再往下看，其他暂时先不讲，来，再下一张麻烦你。capacity 哦，讲到 capacity 还有一个观念，台完人哈、哦、有没有能耐？我还讲，对铺好的东西很有 capacity，因为咱笨手奇大汉的，所以看的笨手让我欢迎，看到他高级的节目看不下去，看到低级的，等级来讲 末流，不入流的话，我也可以看到假的。讲到那个媒体之间的那个新三色，一样的可以看到假的。讲到什么下郎太郎，迄款人就就兴兴趣的。你去自助餐厅都想清楚啊，自助餐厅你去食饭，另外个放电视来，电拢起哦，下郎太郎这边西凉是不是？对吧？你每天都在往这款笨手给你起立短呢，你只能看这种乐色呢。 啊，高尚的门格利无法都没有欣赏能力呢。对的，好的、正直的事情，你没有欣赏能力，所以你的 capacity to w o r d 英文叫做倾向于往坏的东西的忍耐很多了。就搞骂人啊，最后人糟蹋的了。习惯能力真强了，但是看到好的代志去欣赏的能力你无了。台湾人去用币都加个变呢，无怪大家面相拢变了。本来是代志本代高个臣民，世界一流国家的。 啊！叫流亡难民这踏踏，这条人糟蹋个边啊！那个啊，猪咱都叫人笑，咱讲叫人低去搞，叫猪去糟蹋。啊！你是讲话凄惨，啊！当然是即可怜诶。有吃垃圾能耐，却没有了解真理的能耐。法理出来啊，真侪大人听无啊。想起卖吼，毋是啦，根本没有这个能耐，也没有这种语会。下一章，再下一章，麻烦你。 OK，讲到语会，你有很多种语言。一个你要讲你要讲英语北也要啊，只会讲 This is a book，这个英文啊，这叫会英文啊。讲我会讲法语 Bonjour，Hola，你只会这几个字，那叫会讲法语吗？阿里卡豆，这个你会讲日文吗？カツ丼，对吧？サシミ，啊、这就这样会讲日文吗？秋西郎。所以你除了你说你会这个语言，你还这個语言里面很多的智慧。 你没有到一万个、两万个英文，你的百个公里也要英译，就不要讲你会英文，对不对？你不会嘛？你只会几个单字而已，就不叫会英文。所以你除了你懂了这个语言，你还懂得里面的语汇嘛？你要增加里面的 vocabulary，要大量的语汇，要充实你自己。这就是这群老师遇到的问题呀、啊，啊，也是我们的问题呀、啊，因为我们被这群老师教出来了。下一张。 好、啊，再下一张。我现在先不讲这个。好了，现在看到这一幅画很简单。我们进到圣彼得大家堂，看到这个作品怎么欣赏？来，家们，你们怎么欣赏？看到这个怎么欣赏？也要欣赏呗。我看不要了，怎么看？那、啊、就跨博。啊，习惯拱啊，这这好无聊。走吧。好，我现在让你们观察，用你的眼睛开始看，这里面有什么东西？谁跟谁？利于美，这都不讲功利于美，这完全。<laughs> 哦，<laughs> 这是很高级的糟蹋的方式哎！外公，这是耶稣、圣母跟玛利亚跟耶稣，耶稣那时候已经死掉了，他定时日假以后被放到玛利亚的这边，他儿子，哦，这是基督教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概念。哦，那你怎么欣赏？好啦，你等着两东西制造业起家嘛。 啊、反正免费嘛欣赏艺术品嘛，我就把艺术品的层次拉到制造业的程度来看，好不好？我跟你讲，这是几粒一颗大理石刻出来的，规粒是一粒石头刻出来，一粒大理石刻出来。我我请问你哦、喔，大理石若刻得不好，登一个镜头那边喏，干嘛粘到登去，无法倒啦。那时候也没有这种粘结技术了？OK，这是另外一个哦、喔，所以这个雕塑家要一次一气呵成，一次雕到完哦、喔啊。第二个。 这里面雕的同样一颗大理石，没有不同材质哦。同样一颗大理石，要雕出女生、男生、服装、服饰，对不对？也要一部分要雕出像个活人，像个死人，对不对？哎，一颗石头，同样的材质，要制造出不同的质感出来，这个就不简单了。L 型兄哈，我现在是用制造业的语汇在跟你讲哦。好啦，最近几年台湾人开始进入什么服务业，对不对？服务业最重要的什么？ 其中有一个产业叫做电影嘛，对不对？啊，你要卖电影要怎么卖？靠过剧照，对不对？电影总不能播给你看了，你才欣赏嘛，对不对？他希望你花钱来看电影嘛，啊，所以他一开始都在各个广告地方就播，说你来看就不吃点样啊，啊，就是一个剧照嘛，啊，剧照你要挑的时候要怎么挑？是不是要挑最精彩的画面？你挑一个最无聊画面，一个角的话，下面来看，对不对？他一定是最这个剧里最精彩的画面，经典的画面给你看啊，哦，这个我想看。 对不对？一定是这样的嘛？是不是啦？大家都没有反应。然后这个定，这个动，这个动作叫什么？叫定格，定格啊、哦、！Freeze 不动，他不可能给你好几十张。哎，不，不然还吸干了。而且现在那个广告都是几秒钟的，所以定格的时候，你就导演就要想什么时候定格。雕塑家做一样的事情，他不可能雕个一百几把身再来告再告诉一下，他不是动画，所以他一定要定格。 怎么个定格？他挑哪个时间来描述这个故事？他找一个最优最优的时间点嘛，然后把它定格，把它雕出来。因为都要一刻下去都是贵然、啊、你耶，哎、欸，一两年都跑不掉的嘞。啊，你选错格，那你比如说做白宫，所以他一定要选好那个定格位置。好了，下一步了，在电影里面哦，表错情也不对嘛，对不对？这种电影不要看嘛。半直直树的他就是在适当的时候表刚刚好的。 多或不够都不行，好的演员就是要在适当的时候表示。那我请问你，他的表情是什么？来下一张，我们看近一点，他的表情是什么？你会不会欣赏？悲伤不够，太少了，哀愁也不够，我还更好。你们用所有的形容词都描述不了这个雕塑品，为什么？你们缺一个解码器啦。 他在讲什么故事？你不知道，你怎么你那眼眼夸那夸我朵力，看不出道理嘛？你剧情不知道，只看那个剧照那张照片，你就知道剧情演什么嘛？你就觉得莫名其妙嘛？就算他表情再对也没有用嘛？你要知道整个故事嘛？所以我跟你们，我跟你讲，你在看基督教的东西哈、哦，我我们以前念西方艺术史哈、哦，你如果不知道基督教是什么，你估不得对百分之九十内容都不知道在做什么。所以我，我给你给我七分钟时间，简单的讲什么叫基督教，在座。 没有听过基督教的，请举手。什么是基督教？不知道的请举手。啊，台中仔哦。啊，知道的请举手。哎，我我真的要举手，我没看，这是一个互动的课程哦。不知道什么是基督教，请举手。好，请放下。啊，知道的请举手、哦。大部分都知道。好，来来，好好好，那那更好。我接下来就开始讲基督教啊、哦，七分钟讲完。第一个，基督教不是劝人行善。喂、哎，在座是。 知道基督教有没有吓一跳？不是哦，基督教最重要的主主轴不在确认以上，完全错。反而你要行善，你进不了天国。你想用行善进天国？加宾啊，基督教是不准哦。你不要想用利用这条路给他。对，第二个，就基督教不是一个精神寄托。拜托徐老师，基督教当然是精神寄托。在罗马吉亚呢，在啊，啊，偏偏不是，基督教不是精神寄托。第三个，基督教不是劝你加入一个宗教。 啊，我不是看很多人基督徒受洗加入教会吗？不是，培门不息，加入不一定上天国哦，啊，不加入也不一定不能。啊，那那徐老师，你要反面点，你负面点题，你会讲的更清楚一点。我直接讲好了，基督教最主要的主轴在讲嘛，救人不死，救人没戏了。你会死吗？啊，就你不死嘛？笑死人！徐老师，我参加过基督徒的追思礼拜，我也看了基督教的坟场、基督教墓园，我也去过。 你跟我讲不死 p a i s 哈，我们要讲任何字要讲定义 （definition）。Defin ition, 什么是死的定义？在基督教的观念里面叫做分开。分开，什么叫死？你的灵魂离开肉体，狼西啊嘛，对不对？可在基督教还有一个定义，就是人跟上帝分开也是死，那叫灵里的死，一个叫做肉体的死。啊，什么叫不死？啊，灵魂回到肉体呀、啊，啊，你跟上帝的关系恢复来往，叫做不死。 就要复活，他、啊、想说：“哎、欸，我身体火化烧掉怎么办？很简单嘛，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宰再造一个身体，你又回去，了不就又活了？那重要的还是什么？你跟上帝的关系恢复来往。那下一个问题，你就很自然的逻辑的下一个问題那人为什么要死？不死不行吗？上帝造人是为了让人死吗？啊，偏偏不是。那为什么人会死？你就要问了、啊：人为什么要分开了，跟这个上帝分开啊？” 就你不死是不分开嘛？那为什么要分开？好我们就讲几个概念，其中一个概念是什么？基督教讲的这个上帝是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宰，是无所不在、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这样的创造者，不是咱今嘛对于咱台完民间宗教对神的概念，然而做加后来变圣人，啊圣人搞后来变行的，不是现在呢，对基督教观念，迄不告给就行了。真正的神是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宰。 不需要人给他任何东西，你給没搞 O C 嘛不好了。因为说我们给人以创造呀，这是基督教讲的上帝，这是犹太人那时候开始的。他们对神的观念是，除非神告诉你，人无从了解什么是真理。好，我们现在讲到这个样的神哦，他有个本性叫做公义 （Justice），就是赏善罚恶，你丢你就丢，不丟就你丢了该还，都、就是安他罚人的方法就是让你跟他分开，为什么？因为他有个本性叫做圣洁。 在基督教的概念里面，合理跟不合理的东西要分开，肮脏污秽的分开。他惩罚人不是合理细的，跟你分开，你就自然就死了。你跟创造宇宙的生命的源头分开，就是死了。那还有一个观念，他就想说，那为什么？那什么是哦？什么是造成分开的理由？还有一个重点，除了这是神的本性，还有一个就是罪。那什么是罪？看定义，我们要讲定义。 原文的定义叫射箭没有射中靶心，射箭没下掉那个中心嘛，蒙在无去射掉，哎，差一点嘛没在哦。基督教最对的记最的定义有好几个，一个是射箭没有射中靶心，还有一个是什么？你我们都以为犯罪行啊，不该做的去做叫做犯罪，对不对？基督教说该做的你没做也是犯罪，哦，那相当于两面都要夹杀掉了。 那还有一个哦，还有很多我还没讲完哦。基督教对罪的概念是什么？你只要这辈子犯错一次，你就是犯过了，没有说啊，这些话谁喊你准走？哎，你古你也得记啊，不，你只要犯错，一辈子就跟着你。你就是有做这件事情，因为什么？因为基督教讲的上帝是在时间以上的上帝，我们在时间里面有过去、现在、未来，上帝没有了所以他会预言嘛，会跟你讲说未来会发生什么事，一定会照那个事情发生嘛。这是基督教讲的上帝，我不要讲太深哦。 那还有一个观念是耶稣给的了。耶稣说：“你只要心里面恨人，就是杀人的。”哦，唯心论哦！那些唯心论会怪天人啊！我如果见了妇女，心里动了一念，我就犯了奸淫。啊，那全世界哪一个人没有犯罪？每个人都该死嘛，对不对？所以每个人都该死，每个人都应该跟神分开嘛，因为上帝是圣洁，你你犯了罪，你不可能跟他在一起。那怎么办？今天有一个法官站在这边，那犯人来了哦，你敢偷的三年，哦，你敢抢五年、十年？ 哦，黑个太郎去吸引，但是奥杰郎上来一阵，哇，他判不下去了。为什么？送来是他儿子，哇啊！所以这法官很，这时候就遇到状况了。他可不可以不判他，就放他走？不可以，因为这样就不公义啊。他这个法官就不公义啊，对吧？但是真的照判下去又怎么样？一个五杆，为什么？是他儿子啊，有感情存在啊，所以他是怎么样？ 英文叫做 "cardinal dilemma"，就是在两难之间无法处理。哎，我现在讲的是预表哈，不是真的基督教是这样，上帝是不是这个样子？我只是用人所能懂的语言告诉你那种复杂的情况。那这卡在两个要放也不行，不判也不行的时候怎么办？要找人担保嘛？你监牢里面可一定是找人，外面没有罪的人进来担保，可不可以？犯人里面直接互相保来保去，然后大家一起出去，不可以嘛？你们都该关的，哪怎么可以保其他人？ 一定是没有罪的人进来保释他那个人才可以出去嘛？没错吧？哦。大家可以开启会议啊啊！所以呢，那那时候大家都世界上的人都该死，那只有谁？最后什么？法官自己来嘛？法官自己没有罪嘛？所以法官替人，所以基督教讲的法官变成替人付付上代价，就是耶稣道成肉身，以人的样式来到世界上，目的就是要死的。 OK，基督教观念就是这个叫做赎罪啦，因为他是神才可以承受所有人的罪啊。那一个对一个不行，因为他是神嘛。而且耶稣还要复活、哦，复活证明他不是只一个教主，哦，他是真的是神哦，他胜过死亡。所以你才因为可以相信他，你也胜过死亡。好啦，我也不是牧师，我也不是传教士，我只是个艺术系老师。我讲这个故事的目的是让你们解码器。接下去我们回来看这些。 这个作品就在这里哦。好，你讲的这样一个神存在的时候，玛利亚是圣灵怀孕，她不是透过人的性欲产生的孩子，所以神透过玛利亚的身体生下来。玛利亚也相信他是神哦。可是今天怎么死在我手上？那时候耶稣钉完十字架，被放在他的 lap 腿上面的时候，又是他儿子。当然啦，你刚才讲伤心，哎，下人下死气跌在手头，袂伤心咩？一定有嘛。 可是他的伤心是多过远超过这个？为什么？他整个信仰的核心在这边崩溃哦！上帝怎么会死在我手中？那我过去信的不都假的吗？是不是？他这就是一个高潮点呢。这时候很当然，三天之后耶稣复活，他不知道嘛？这个状态是在他不知道的状态底下，他很 contemplate，很 c o n f u s e 很混淆。他的信仰在这边接受最极大的挑战的时候，他的表情不是你用。 简单的伤心或者哀怨或什么可以形容的嘛？我刚才讲到一次这么大的一个故事，在这边发生了，在这个人的身上冲击出来。玛利亚这时候表情是这样才对，你要用好黑头就先可以三百了，对不对？他这种就是很内涵的、很抑郁的，各种形容词、都不好都形容，知道用作品、表情讲出来，这样会欣赏了吗？ 米开朗基罗之所以是伟大的艺术家，就在这边，他找到这个故事的高潮点，又把这高潮点的表情表现出来。高手中的高手，这样会吸艺术品了吗？你们没有这个解码器，我请问你，你去那边是要看什么？浪费时间，对不对？但是老师都是给你尬这呀。现在我们欣赏艺术品了，下一张。后来，同样的地方还有一幅画，你现在看得懂了吗？ 这是耶稣复活以后，他跟门徒显现。阿、啊、门徒讲：“阿、啊、你是人还是鬼？”耶稣讲：“鬼袂夹物件，你摕物件我食，摕酒我啉。啊”他吃完喝完以后，里面还有一个门徒讲：“哎，我这个看到，我没碰到都不算，所以他要去碰这个耶稣。啊”耶稣说：“好啊。”所以他就探这个手指头在翻。你知道为什么有个洞吗？耶稣那时候被钉十字架，人家确定他有没有死的时候，那时候罗马兵拿一个钳来给他插了。 啊，你知道，如果死掉的人流出来的不是血哦，是血小板跟组织一分开，证明他是死掉了。哦，啊，所以是这样，所以那边在一个洞嘛。啊，这个画这个人叫 Caravaggio，他当然是一个很夸张的艺术家，他表现过头，但是没有关系，至少你知道他在画什么。下一张要讲耶复活后耶稣嘛，哦，都证明他是神，他不是人。然后再来这个。 哎，同样的时间有另外一个人也做了一个雕塑，他做 Bernini。刚才那个是米开朗基罗，他也画的很好。这是讲一个希腊的故事嘛，讲说一个哎，都是年轻的肉体哦，笑脸的男生追求一个美丽的少女啊，追到最后一分钟，好不容易给他碰到他的时候，这个女生就变成树枝啊，这个很哀怨嘛，对不对？好不容易追求了好久了之后，最后好不容易碰到他的时候，这个女的从手指头开始就变成树枝。 这是一个希腊神话了哈，但是他、欸、诶雕塑家的功力也是很高啊，你看那个皮肤年轻的，但是哈、喔，功力上有差，跟米开朗基罗来比，因为讨论的议题不一样，所以今天你如果是艺艺术家评审的话，你怎么来评这两个作品的好坏？我已经教你们了，我给你格兰贡了嘛，因为里面讨论的议题，他呈现的方式，他选的时间点，对不对？这都是考量的标准，OK。 你現在会欣赏艺术品哦，你现在已经拉背哦，因为艺术史课开贵，拉管拉贵啊级了。因为乔贵已经美术老师，所以你过去有没有上过艺术课？不啊，紧，熊外科都高啊。下一张，好啦，解码器。我今天会给你很多个解码器啊。你们越看，你们就压力就會,就会就会学很多东西。在罗马同样那个地方，圣彼得大教堂旁边一个喷水池。哎，这是喷水池是干嘛？啊，你们来到喷水池面前怎么欣赏？ 还是哦，你又不懂了，因为你不晓得发生什么事情。罗马那个时候叫帝国啊，帝国做的事情没有在开玩笑，他不会摸莫名叫叫人家放一个雕塑品在那边，不会这么三八啦，不会这么无知啦。他们做事情每个都想过才做决定。这个河上面代表四条河：尼罗河、非洲的尼罗，还有这个欧洲的多瑙河，哦，还有那个。 恒河代表亚洲，还有南美洲的这条河，四条河，它的河神被抓来，它的喷水池里面，这是什么意思？过去哦，河是一个文化的发源地，是一个生命的源头，代表这个国家的生命被我做，这河神给我两个挖，罗马帝国来的，表示我统治全世界嘛？帝国才可以做这种雕塑了啊！你阿、啊、里不大的小国家，比如说越南啊、辽国啊，你去做这没有那种球。 对不对？因为你实际上没有统治全世界嘛，这是属于帝国的符号，帝国的人在做的事情。我为什么要讲这个？因为我们是大日本帝国，讲讲完改林贡哈。好，这是帝国，帝国就宣扬他的国威。来下一张，后来法国也做这个，法国后来也很强诶哎，这是什么东西啊？有人知道吗？巴黎铁塔很好，埃菲尔铁塔，巴黎铁塔是城市名，它叫埃菲塔尔塔。那阿菲尔铁塔有几根角 几个角？四根角啊？为什么四根角？又回到刚刚那个东西嘛？我们过去哦，和神是平面战争的时代，占地为王嘛。现在法国在他博览会里面宣告一个新的事情，新的帝国起来了。我们这新的帝国讲的是三度空间，往空中发展，以后能够制空权才叫做帝国。你不是占地为王，我现在到空中的领域，那时候有飞船。 贵贵你啊，飞机来啊，所以拥有高高一级的科技的，就才是叫帝国了。你如果还在骑马打战占地，像中国这样的话，不可能叫帝国。新的 empire 起来了，就叫法国。那时候在讲，来下一张。六十年以后，又一个帝国起来了，更大。他说：“巴黎铁塔算什么？跑到月球去，对不对？”阿姆斯壮，一九六几年。 一九六七，1967, 登陆月球，那那时候我有看到了，我你就知道我年纪不小了。我看电视转播实况黑白电视实况转播，阿姆斯特登陆月球，这第一个脚印。来，再下一张，就新的帝国啊！再过几年，这裡到哪里去了？这叫做好奇号，到哪里？到火星。 你知道地球到火星的距离是地球到月球的几几倍？猜猜看，地球到火星是地球到月球的几倍？火星呃、欸，月球叫做卫星哦，火星是另外一个星球哦。哦，一千五百倍。我告诉你哦，而且你要从火星上面传递讯息到台地球上面来继续遥控它，那叫做高科技了、啊，那叫做帝国做的事情了、啊。 啊！如果这种案子放来台湾的国会审查是怎么样？我得笑哎呀、喔，是不是这样子？我们没有帝国的眼界啦，让给人家掉级呢？这抠狗港起被他阴了，不是帝国嘛？你就是小国家，说你的小鼻子小眼睛懂了嘛？做一罐代级，敢人家掉级啊！你跟我眼界无嘛？你敢怎样讲看代级要看我、嗯？没有这样，那让人想过啊，十播一斤你知道样是。 洗稿、洗单灯啊，这是落后国家的人做的代志。咱今嘛叫用嘎嘎把酒仔看头前一一一往喷尔啦。OK，每天就是朝九晚五上班下班，叫他来上民政我课，不然明下仔都要个熊熊班呢，都要个探家呢。你哪学会、啊、天要搞明下仔被扣起，就是眼前的事情让你忙碌到看不到更大的图片嘛。下一张，这个意思吗？ 来考试一下，这是什么？哪里？哦，完了，谁讲威尼斯？不是啦，法国啦，罗浮宫前面啦，贝聿铭盖的那个 building 啦、啊。啊，贝聿铭盖了一个，他那时候罗浮宫到一个地步都要请贝聿铭来做，他为什么做这个设计？下一张，啊，让你看得更远，它入口处。 看得懂吗？看不懂哦、喔。我跟你讲哈、喔，整个这个金字塔代表整个欧洲的文明，他想继承整个欧洲文明到他这个罗浮宫，所以他从埃及、希腊什么什么文化，它等于一个传承的中心，当一个入口处进来他的 museum，多有野心呐、啊！这种就是野心呐、啊！你啊就德兰谢给他乱做嘛，你根本也没有历史传承，也没有历史观啊，在贵起啊，在寻故意紧啊，错了，人家非常重视他是怎么来的。 清清楚楚，下一张，这叫帝国了啊！真的，这哪有人在？我今日真正给以磕头，我讲太厉害啊！哪里啊？不是凡尔赛宫，不是不是，那到对对，在英国。我跟你讲，在英国不是白金汉宫，它叫做水晶水晶宫，已经烧掉了啦。可是这，来下一张。 我跟你讲哈，水晶宫这盖好的时候，时间是在什么时候？一八五一年，一八五一年呢，迄阵已经起安尼啦。哎，这东西架构呢，尽管都玻璃贵的，迄阵呢科技已经发展到可以，英国也在展示它的国力啊。我就盖一个水晶宫，里面各种的植物，一一万多个摊位在里面，全世界人都可以来，好厉害哦！ 好可惜，后来烧掉。但是那时候的照片都还在，这是现场当时的照片。哎、欸，你会感动哦！一八五年的狼气耶，水晶宫，他就展现他的国力啊。现在会看什么叫帝国吗？帝国坐在底，不对，要干蛋蛋了。下一张，帝国解码，我现在开始跟你解解码帝国了。哎、欸，我几个解码器看啊，美国有多少个大学？上面答案呢、啊？美国有几个大学？ 四千五，4, 好不好，算四千五百个大学，四千五百个大学呢，大学呢，每个大学都多大？现在嘛，非常个打，来下一个。哎，这个是加州的大学，我只是把加州这一周的大学列出来给大家看有几个大学，这里面有斯坦福大学，只是其中一个。OK，哦，我们讲几个有名的学校就好了啦，南加大啦，什么？ 哦，随便讲。哦，U C Berkeley 啊，U C 的每一个分校啊，哎、欸，进在一个学校里面的预算都吓死人。下一张，来，这是常春藤的大学。我最近不是在发什么 Harvard？我跟你讲，那个人可能没有去过 Harvard。他不知道真的 Harvard、哦。我我我，这个是年度预算的哈、哦。我先跟你讲，这是哈佛，它的你每年学校的预算是三十二点三个 billion。 就是三百二十亿美金的意思，换算成台币一兆。即挑啦，就在大学里面的年度预算即挑。哎，打完学生啊，差人舔舔了，太远了啦。我现在把每个学校它的那个年度预算放在上面，长春人一共八所学校，这就那個八所学校。你们会看吗？从数字来理解一些事情吗？ 你当然，你们个净要算钱，我算我恁看啊，我恁看啊，数字有恁看啊，唔净啊图片啊，给你看数字啊。啊这是不同学校的那个 logo 哦，长春人都在东岸的几个学校，stanford 是不是？当然不是啊，就东岸，你们一个人 area 加上 Pennsylvania 在不同几州的里面的大学。这个是图书馆，我那时候讲的艺术，我就在这个艺术博物馆里面上上课。下一张。 我现在讲什么？<laughs> 你要讲美国大学哈，光看数字还不够。我随便讲其中一个运动好了。我们光讲说帝国的运动在玩什么？一浪叠声响，帝国在玩什么？这样就可不可以？我讲帝国玩什麼，我讲一个简单的运动叫做美式足球。美式足球很复杂。美式足球你们有没有看过？美式看过举手？好、啊，哎、欸、不，哎、欸、没，还蛮多的耶，很我有点 surprise，没有看过举手。 第一次看到好，请放下，有没有吓到？这是美式足球，阿莱蒂随便在前面挡的都是长这个样子。哦，那个三、四、八公斤能给你弄来哦。你没有被压扁才奇怪哦。你看、啊，这是他们的球场，你知道吗？每个玩这个美式足球哈，不是到后来才出现的，他从高中就开始了。高中的就高中的球队，来下一张。 我跟你讲，这就是美国的高中的球队了，已经是怎样那样了。啊，后来是大学的球队了，哦，啊到 pro 的时候的球队了，它是一套系统的。哦，美国哦，光是玩这个球，我跟你讲，football 里面有两个，有几个 team，一个叫做 offense，一个叫 defense，一个叫 second team，就是有攻击、防守，还有一个 second team 随便就换人的，second team 去接球什么跑。 跑回来的，就是基本上的美美式足球。可是美式足球哈，重要是什么？有一个四分位在后面控制的，然后前面有 l i e n 有跑的人，有后面在跑风的人，有 running back，有 receiver，都不一样哦。这像什么？像战争。我为什么要讲这个？这就是战争。他们从游戏里面训练他们的小孩子，知道什么叫战争。每一个人站在他的位置，扮演他的好他的角色。他一直是 team work。 所以，副部打得好的人，在业界也是好的企业人才，因为他会领导统御，他会管理人，他会知道人心，他会知道在对战的时候你会遇到什么问题，他也知道战争时候残酷场面。哎，这台电弄戏也别救呢，重伤的也不少哎、欸。这种这种球类因为运动太激烈，需要带这种东西，带钢盔跟以发怕嘞。这台电是可以把对方弄倒嘞、欸，撞下去可以盖上去，可以压上去，可以打的、欸。 这些美式足球啊，让生一些重量级的玩法，难怪是帝国。现在全世界想玩这种 f o b a 的没有几个国家哎。亚洲国家上联上，除了日本要学学不像样，因为因为他们没有这种人种啊，不要打短，要大长呀、啊。啊，速的速度又没有人家的快，了解吗？要玩这种所谓的帝国的游戏就、这个，就是他们从游戏，我只是讲其中一个而已，不要一直都是看 NBA 啦，球赛有很多种。 英式的足球，英式球，着足球打法是美式的足球打法。下一张，你看左边是职业的球队，右边光是美国一个中西部有个十二联盟的球队，就是、这样子。哦，而、啊、且打的方式，球队不同的，光是钢盔啊，那个帽盔的就这么多了。它是一个很大的系统，每年在那边运作的钱跟游戏是不得了。 他是这样教育他的人民，这种人民到全世界哪哪有不能打仗的、啊？所以美国只要专心做几件事，情，就是世界的龙头，负责会打架啦，熊派啦，最高科技的啦，对不对？他只要一天到晚想创意嘛，所以你到美国迪士尼，他在讲什么？Dream，imagination 嘛，他叫你一直在想新的游戏规则，大家跌嘛，大家跟嘛，就是这样子啊。我现在,在讲帝国节嘛，下一章。 好了，讲到这个哈、喔，我们讲刚才艺术解码器，我给了你一些生存解码器，我待会再回来。我很想立体画派，下一张啊、喔，这以前我们早期几万年前的画的壁画，下一张，规版的已经啊，好，哎、欸，这些画都有一个共通点是什么？我们现在看这些画都有一个共通点，大家可以得出，哎、欸，你们的智商应该都蛮高的吧？被我这样教下来，应该都会了。 这是不同时代的哈，哎，这不太像神话故事了哈，就是在花园里面，在 Rococo 时代的，什么状况？开始啊？哎，你差一点点就，就你又跑掉了，叫定格了，全部都好像照相机 camera camera 那咔嚓不动了，荡秋千哪有荡到一半不动的？ OK，这是一个重要的解题的方法。下一张，这是什么？我们大以前都停留在这什么印象派时期的，其他都不会看了，对不对？哦，印象派、反古啦，哦，e 内啦这些。下一张，哎、欸，到这时候就不会看了、欸。这是谁的作品？毕加索很好，有人知道啊？他就是毕加索。一九零几年就画这样子哎、欸。 一九零几年的人伟啊，那类按这个会不会看？这会不会看？啊，会不会看这种话？哎、欸，老徐老师讲的课哈，都是前面跟后面都是串串在一起。哎、欸，这里没有杯子吗？你这杯子可以借一下？你喝完了吗？喝完了，我醉哈。哎、欸，杯子这样子看的时候只有这样子吗？啊，这是不是杯子？啊，这样是不是杯子？都是啊。所以同一时间不动，你观察的角度。 是不是有不同的结果？好啦，现在看人呢，你在看着我的时候，不是只有这样子啊，哦，这也是我啊，这也是我啊，啊，这些都放在同一同一幅画里面，就变成立体画派了，知道了吗？就时间不动，观察点改变，同样放在同一个地方，就是立体画派。将会看了哈，好了，皮卡索说他更加学的，跟偷抄别人的，偷抄谁？下一张，这个人是谁？ 塞上了，他偷他说他超塞上来，下一张，塞张早期的画是这样子，下一张哈，后来他搬到这座山的前面，住在那边就盖了一个房子，就住在那边，每天画这个山，下一张，就是后来画成这样子，发生什么事情？哎，请问各位哦、喔，有谁写生过的？写生过请举手，啊，没有写生的请举手、喔，大家动一动，好，谢谢。 没有写生，好可惜。写生哦，通常就是早上，老师说今天带着画板、的画纸啊、水彩到外面啊，带着便当，这大家最高兴的哈、哦，带着好吃的东西去户外野生。写生，啊，就早上八点去了，画到中午，对不对？通常画到中午嘛。有没有写生一个小时的？太短了嘛，北户微微嘛。有没有写生三十分钟的？十分钟、五分钟的有没有？有没有写生一秒钟的？ 老师，你不要骗人好不好？怎么可能画外供？我们刚才那就全部是写生一秒钟，前面都定格啊，定格不是写生一秒钟，啪嚓就要出来了啊！大家不懂荡秋千，黑种写生一秒钟啊。早上八点的太阳照出来的那个阴影，跟中午十二点怎么一样？所以我，我我如果去看学生写生，我供阿弟搞骗，这不是早上八点啊。 现在已经中午十二点，你为什么还在画一样的东西？不可能嘛！云都来了，云也走了啊。所以你这不老心，你这不叫写生，重画哇，打人可以笑啊。啊、嗯！那我们看看塞尚怎么画，就是这样子，他就是在调颜色，调一调，哇，看到红色就调红的，一看，哎、欸，颜色变了，这这笔一下去以后，他又重调新的颜色，了解吗？所以这是观察的地方不动，时间一直在动的一个记录，了解吗？这才叫做写生。 以及就勾一也行啊，很乖乖的学生啊，叫他画什么就画什么，所以他这样执行的结果是这样子啊，等级零跨博啊。如果这个这幅画画了一个月，就是一个月有关于这座山的记录嘛，所以才看成这样子嘛，会吗？如果真正是一个诚实的艺术家，应该画这样子嘛？你们之前看那些人都不动都不对的嘛，当然不对啊，光线不动的、啊，当然不对嘛，人也会变老，也长胡子也要回去刮、啊，这不叫写生，这才叫写生。 但是毕卡索从这里偷，一个是被观察的物件不动，时间在动；毕卡索是什么？时间不动，观察的角度在动。了解了吗？所以观察点改变嘛。下一张，哇，观察点改变这个概念多强啊！这一强之后，所有的艺术界就起了大革命。人家说画画是不是一定要画在纸上面？不一定啊。画画有三个东西：画画有概念、有物件、有被画的东西，所以它。 同一张椅子，这是真的椅子，这是照画出来的椅子。一个是椅子的定义，把它分开来。啊，画画一定要画什么？有的人说，大地是上课不要讲话啊、哦，要讲话请到后面去。我上课一律不准讲话。这是上课，这是大地。我插避雷针，雷打下来，上帝帮我画画，这樣有什么不好的？这概念很强哈、哦。有的人说大地艺术，他就把拿一个推土机。 从山上把土推到海里面，绕了一圈，厉害吗？因为这也是画啊，啊，画画就把卡通漫画画当啊，也可以啊。所以有人讲说，现代艺术在皮卡之后好像开了，开了开了一个潘多拉的盒子，打开了，啊，什么妖魔鬼怪都造出来，历史的观点也改变了。好，不要讲太多，下一张，有的人更伟大，你看那个是一个岛呢，啊，你看船才这么大呢。 哎、欸，美国人就是会干这种事情嘞！还有一个塑胶布，跟粉红色同一个颜色，把那个岛给围起来，围一个还不够，还围两个。哎、欸，这个光技术就不不得了嘞！水是在流的，是在河流在流的嘞，你要给它固定不动，哎、啊，还要把它围起来。哎、欸，光钱就不少了，你要去多企业去筹款去做这件事情啊！如果这个案子拿来台湾怎么样？笑，这个国会一定应马克个主笑呀！ 但是他们是创意的国家，是帝国玩的游戏啊，不是你们这些人玩的、啊。但是你至少要看得懂啊。下一章，再来呢？这才叫抽象化啊！你刚才那个都不叫抽象化，毕加索怎么叫抽象？这才就是、啊，他没有在描述任何东西啊，不是他没有在描述真实世界的任何东西啊。我跟你讲，艺术就分到大两大块，哪两大块？一个是 try to imitate the image outside world。 就在你世界外面，所有东西在仿仿制了、啊、，copy 了、啊。另外一个就是所有那个的相反叫抽象化，不模仿自然界所有东西。另外一个方向就是嗯 abstract art，知道吗？比如说你心情怎么照相啊？你那相机有什么用？我怎么描述我的心情？我的看法？我现在观点？我是抽象的、啊，可这个你用抽象观点看就看得到啊。下一张就这样。 Jackson p a r l o c k 下一张。这个一个 de 嘛，威廉德库尼，下一张。哎，我刚才讲的随便一幅画都是好几亿哦，你不要小看哦，好几亿哦，上亿美金的哦。这叫 Andy Warhol，刚刚画到那个抽象画五人画，我都开始生气啊，说美术馆为什么都放那种东西，而且都那么贵，有点不爽。有一个人叫 Andy Warhol，最近还在跑来台湾展，他说我就放你们大家都觉得很平常的东西，每天拿这个杯子碗啊，全部画。 对吧？罐头，这叫林登诶，外国人、美国人很喜欢每天喝罐头，就这罐头就拿出来，签上自己的名，拿去卖。下一张，《玛丽莲梦露》，那时候每天报纸一翻开来都《玛丽莲梦露》，那我就印给你，签名。下一张，哎，不要再看黄色小鸭，好不好？这个比较有水准嘛，那个叫普普艺术，普普艺术就是把日常生活所有东西都拿出来，哎，这个比较有品位，好不好？啊，这个雪纳瑞，你看，这种花，人就这么高。 Jeff k u、uh、i n 下一张啊，名字也是这样的。下一张，好了，我不要再讲那个。我们开始立体画派接嘛，现在是进入什么？纽约，以前纽约，你看电线、电话线要这样，没看过哈、哦？一九零七年的纽约长这样子，这、就是一九八几年的纽约啊，现代的纽约。一九零七年已经钢骨结构盖大楼了哈，帝国。下一张。 好了，剩下的時候我来跟你们讲一些概念，存在感。哎、欸，我们刚刚出生的时候哈，是个 baby，对不对？我们人不知道我是谁？我怎么知道我是谁？我透过妈妈嘛，因为每天肚子饿嘛。baby 一出生最最需要就是吃奶啊，喂奶啊，然后哭，妈妈搞笑啊，搞啊，搞啊，叫狗啊，啊，所以我慢慢才知道我的存在，因为我的需求被满足了嘛，是不是？还有什么？ 慢慢的，弟弟妹妹、爸爸、呃哥、爸爸跑进来了，你的你的存在感慢慢建建构起来，对不对？所以慢慢有信心嘛。Baby 说：“啊，我很重要，这些人都来照顾我，啊，我跟他们玩，我很快乐。”所以你慢慢建立你的存在感。存在感强的人，他学习力强；学习力强的人，他竞争力强；竞争力强的人，最后什么，在社会变有用的人，也会贡献很多。他这辈子在正面的循环。但是呢，你得刺激一尊。 那是讲我不对腰，好，去用特脆背掰起，啊，这是上面状况？你会被吓一跳。啊，如果常常来这么几次的话，那小孩子都开始怀疑自己怎么回事了。我来到这世界上到底发生什么事情？所以哈、哦，我过去哈、哦，跑到育幼院里面去照顾小孩子。啊，每次我办圆游会啊，去吃的喝的带去给他们，大家都玩的很高兴，就是有一两个躲在桌子底下不要出来，啊，我给他勾奖。 而且揣各求假的物件，但是都不爱来，就当作我不存在。我在旁边冷冷的看你们，结果才知道这些小孩子都是受虐儿，因为从小被虐待，所以他怀疑他自己，他根本不想让他自己被被人家发现，就可怜呢。受虐儿的东西安尼啦，他没有存在感。台湾都是安尼啊，那台湾人都是受虐儿啊。你是台湾人，我是台湾人，啪，你是中国人啊。 我是台湾人，啪，你是中国人、啊，你被虐待哎！我们在建构我们的存在感的时候被否定哎，不仅否定，还冠给你另外一个名字哎，叫你去被去认哎。我们台湾人是受虐儿，你知不知？我们都有受虐儿人倾向嘞。我我这样上课我就知道啦，坐在这边的人有多少人听得懂我在讲什么？我故意让大家解，受虐儿啊！我这么这么宝贵东西講聽，恭候连天呢。 不了让你醒起让你们走出来呢，慢慢辅导你们出来呢，就是让你恢复正常的状态呢，让你的存在感慢慢建构起来呢。我跟你讲哦，过去哦，存在感慢慢多了起来，又变成一个家庭，家庭多了又变成一个部落，部落跟部落之间会打仗，为了什么？为了生存。为了什么生存？水、土地、竞走，对啊。 那、啊、打仗的时候会发生什么事情？我如果把你打赢的时候，有人弄宰抬尿尿，对不对？我怕你刚刚反抗啊。但是顾起来这个方法又不对，所以他怎么样？他只杀那个跳哎乌来的一个小诶。因为我我给你剪料诶，拖的，然后抬尿尿，没人去竞走啊，没有人种啊，那怎么办？我要留一些人下来嘛。所以你的老弱妇孺都被留下来种田，时间到我就挑税，我挑到等 那个人叫什么？我叫他资源回收人了。本来是垃圾被要被丢掉、被杀掉的，他帮你回收回来。逮完拢变做资源回收人，如瓦东西，那多来几的时候再啊跳一下，拢叫抬掉了，自己把种抬啊啊不是，出国就不要回来啦，都是这样子啊。那我们这边直接每天朝九晚五，这边吃饭、睡觉、买东西啊。香港就是一典型的资源回收城市啊。 香港的人不就这样子吗？被英国统治，一下天要回到中国都一样啊！回到中国的時候说，江泽民说啊，舞照跳，马照跑，續给小宝元立，膝盖搞啊，跳水该跳都等。哎，典型的资源回收城市啊！他不会去关心他自己发生真正的外界的世界，直到真正要被人家回收。中国人说你要讲中文的时候，公八讲义的时候跳给。没呼啊啦，来不及了，来不及了什么？继续跑嘛！他们厉害的人几年都已经跑到英国、跑到加拿大去了啦。 村内就是资源回收留在香港嘛，对不对？啊，现在不行，还要跑到台湾。台湾不要讲客人，用咱们 Q 机关蹲守，更是。那我们还要举双手欢迎他们来，你们不他给派去，台湾进客人呢？我跟你讲，我上过台湾史节码的人，就要知道，我们是一 M 一七四的后代。那你想到今天会不会这样？是我们自己选的吗？我没有啊，我没有这样选的、啊，是因为我们战败被迫啦 我本来是打击本帝国的臣民，因为战败输给美国，美国自己还抹碑来见面啊！这个委托这个流亡难民，他的政府来到台湾，给你通知，给你骗，给你洗脑，想讲你家是中国人、欸。诶支那人来到台湾，用几种方法通知你：欺行、欺标、抽税、贪污，都是安尼的啊！你讲有给你建设，无呢？上过我台湾史都知道嘛？我看日本怎么建设台湾嘛？ M 一七四的后代，那你本，那你会挑出来，对，什么会清清楚楚嘛，由不得你骗我嘛。他就用几个方法嘛，一个叫你拜也行嘛，第二个对耶生嘛，对不对？跟他的姓嘛，啊，讲他的语言嘛。所以台湾佬这会啊，其实他然不是人，咱那种北部族的后代，咱高山族后代，自以为自己是客家人，自以为自己是福建人，自以为自己是他们河河洛人呢，对，什么诶？ 泉州还是漳州，那我唔是嘛？烈火挑出来都不是啊，那嘛，你是文化受文化影响，以为自己找错认同了。要称一个哈，我们现在讲的，那有的人讲说，哎、欸，我现在也没有什么不好的？我不是每天都可以开宾室上班，我住地堡豪宅呀、啊。 但是错了，来下一章，有给你看其他东西。这个但 M v 七4后代没有上课的人，以后来回来补这堂课哈，你才清楚知道自己是谁哦。我们是炎帝西施的后代哦，我们是中国人的祖先，中国人是杂种哦，搞清楚哦。有没有上过课的,的人都不知道哦，回来补这堂课。下一章，呃，这有点复杂，下一章我们回到那个，再下一章，我们先讲这个，这就是哈，所谓奴隶的人的自由。哎、欸，这有三阶层哦。 在最低级的话，哈，那个竹啊，哈，写当然往前跑、往后跑、往左、往右都可以，都自由发挥哦。可是位阶不同哦，你跳不上去哦。你是可以买东西啊，你是什么？可是你位香港人也有有钱人呐、啊，可是你是奴隶啊！你看嘛在？你是有三餐可以吃啊，可是你是奴隶的身份，三餐吃三餐啊。你奴隶的身份来开兵室的啊。所以大半人，你不要以为说我今天生活过得很好，我就不是奴隶，是你还是？ 你明明写的就是啊！当你要小孩子送去学校受教育是受什么教育？奴化教育啊！都像那样啊，啊，大我们在啊！位阶，知道吗？位阶不同，你是你现在所有享受自由是这种自由，结果每天去投票还投海，这永远是在这个位阶，永远不会是统治阶层，永远上不去啊！是人家处理你，不是你处理人家你你不你要不你抗议抗议老半天，为什么都没有动静？就是因为你是在下面那个位阶嘛！ 那为什么人家做个动作，所有东西都改变？因为他在上面的位阶嘛，他定义游戏规则嘛，他是帝国嘛，要不然这帝国派来的代理人嘛，对不对？治理当局嘛，是帝国派下来的啊，轮到你去吵啊！当然没主啊。喂喂，关卡给有臭西人，自己管自己就越来越糟糕，越来越惨。回到上一章，我现在再给你们其他解码器，这叫经济解码器，因为哈、喔。 别乱来！电影有一些观念，如果对经济整个发展有错误的认同啊，会造成很多问题。比如说走到共产主义去，因为我们不晓得经济是怎么发展的。喜欢逮狼弄他。我问你啊、哦，最近不是有一篇文章说啊，你的那个水费有人付啊，你的电费有人付啊？什么上学校不用不用钱，对不对？什么什么俄罗斯几个什么对吧？什么中国领导人、江泽人民到俄国看到了普京完成的事情，说哦，他们人民都可以。 热热热水免费啦，什么教育免费啊，还有公中餐，对不对？哎，这是共产主义的天堂，但是不是资本主义的天堂？资本主义的天堂就是你去付，哎，给你多赚的钱，以至于你去付所有的钱，对你来讲微不足道，不好吗？让你有钱到一个地步，让你去付学校学生的学费，觉得微不足道，不好吗？你懂我意思吗？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观点。好，先不讲这个，有点太深，讲这个。 十几世纪的时候，启蒙时期的时候，人类最先发展什么？先有 Francis Bacon 发明的研究方法论，慢慢大家就进入科技，就是用逻辑思考方法研究，然后开始有什么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就是 R&D 的部分，就基础科学了，就人类去研究去了解这个世界宇宙怎么样，去研究它的道理。那第二层什么？因为研究道理，我们产生很多科技啊，因为产生很多科技，我们开始制造很多产品。 拿到市场去卖，赚了钱以后再回来做 R&D，这是整个资妈的你的现代主义的运作的一个机器，了解吗？人类是因为这样开始推动的，有点难吼。OK，我我看大家能够吸收到什么程度？蒙天了，听得懂就继续跟哦、喔，以前台湾只能在做这一块啦，就是制造业这一块啦，我们上下游都还没有整合。 OK，市场也不是我们在控制，研发也不是我们控制。如果在业界上班的人就看得懂哦。所以好的公司一定是这些都到嘛，又控制市场又控制研发嘛。每年提拨百分之二到百分之五，到10甚至到百分之十做研发嘛。R&D 进来，然后研究的发展成果再放来制造嘛。制造要了,了解市场的人知道要制造什么东西嘛。那赚到钱再回馈嘛，就是你尬的企业了。啊，我们过去只是中间一个代工嘛，代工水准嘛。 啊，什么事情都看不到嘛，整个游戏的制度看不懂，游戏规则是人家来制定的嘛，在、啊、知道吗？嗯，我还要考虑些吸收程度来决定啊、哦。因为这样的系统在 run 之后哈、哦，现代主义在 run 之后，所有没有知识的人都因为这样产生知识。你掌握知识的人在掌掌握你的命运嘛？你不知道的时候，只能被人家玩嘛？你台完他们等下打完历史是不是被人家掌握？是啊，你根本不晓得跟谁抗议，跟谁吵都不知道 起码法理给你们之后，你们就拿双方宝剑到处砍人，是不是？那些胡说八道的都哐给他注意掉，对不对？这就是知识，知识掌控你的命运哦、喔。你懂越多的人，你掌控你的人生哦、喔，不是被人家掌控哦、喔。啊，不，我往生嘛。所以我给你们在短时间灌很多的 knowledge 进去哦、喔，然后因为这个系统里面，人类的病也减少了嘛。 过去不能治的病，现在一个黑死病什么，像一个流行性感冒了、啊、天花啊，一个一个，因为这样的系统，现代主义在转了以后，我们制造药来解决人的问题嘛。然后慢慢贫穷一个一个对付，你不要一直在讲说资本主义有问题，资本主义现在一直在修正，就像共产主义在修正一样嘛，对不对？他现在注重了社会福利嘛，不像以前那种有钱人一直有钱，现在不管那死，大家，其他人家人死活嘛。 所以慢慢那钱会拨下来，所以在西方国家他们会大量的钱会捐给。现在刚才讲的那几个长春藤的学校，钱都是捐来的，不是政府拨的呢。一兆，哎，只是一个学校呢。我们刚才长春藤排名在，有些是排名十几名而已，表示中间很多的学校每年有多少的钱在那里面是有钱人捐出来的，表示他不是像台湾要诞生了，赚了后给他哄啊，欢喜，背买啊，得被买不完的房子。 不是那个贪了他会捐回回馈给社会，再继续去运作。他知道这个道理。下一张，看谁哦？再下一张。啊、哦，有很多人讲说徐老师供下直播好了。我跟你讲哈、哦，我这辈子追求自由、幸福、快乐。啊，我这辈子就追求自由、幸福，你干嘛供给法理不好了？那我跟你讲啊、哦，讲这句话的人讲对不对？错。 为什么错？因为自由、幸福、快乐是副产品。我举一个简单的故事给你们听：，如果有一个医生哦，说我赚钱是我的目标，的时候，这种医生你敢不敢去看？不敢啊！我的明明看一次就可以好，给我看十次都有点被太花挤，对不对？就跟疑心丽姆刚刚夸嘛，因为他目标设错了嘛。可是这个医生，如果他的目标设对的时候，说我就是要救人，我用最好的品质来给我的病人，帮他解决他的生病。 那这种人你会看，会因为这样子很多人信任他，所以他的病患变多，因为病患变多，所以他收入变多，是不是合理的？所以他的有钱是副产品啊，病患变多是副产品啊，自由、幸福、快乐才是副产品啊，了解吗？如果有一个女生，她说我就是这辈子追求幸福快乐，所以她就嫁给一个看起来可以给她幸福快乐、自由的男生，嫁给他，嫁完了以后发现不是这个样子，于是呢，她就离婚，再换一个。 那这个又不行，再换一个，他永远也找追不到他的自由、幸福、快乐。了，方法不对嘛，你目标设错了嘛。你应该说认定好，这是我爱的，无怨无悔的，就跟他一起牵手自助，两个人建立好的家庭，对不对？爸爸做对做对他的事情，妈妈做对他的事，小孩子好好的念书。晚上晚餐的时候，妈妈煮一顿好丰盛的晚餐，大家坐在一起吃饭，享受什么自由、幸福、快乐的感觉嘛？这是副产品当你把目标设对的时候，大家一起来享受自由、幸福、快乐的感觉。 了解吗？所以台湾人，我这样回过来讲台湾人，你现在呢，赚到宾士啊，赚到豪宅，那怎么样？你的方法不对嘛，因为你是在努力的状态之下获得这个东西，你永远不会真正得到你的自由、幸福、快乐，除非我们回到华丽里,里面嘛，巴黎里,里面嘛。哎、欸，台湾人现在叫不出自己的名字，你知道吗？因为我们被鬼附身。我那时候不讲过一个故事吗？ 耶稣来到格拉森这个地方，格拉森是天然的石灰岩洞，到处都有洞，所以当地的人为了要埋葬死人，的规矩，也剥，哈，包包的带来带他进，啊，自然而然这个格拉森这个地方变成有名的这个坟场，坟场一多，懂人魔芋要的这样嘛，啊，这接都要得有人就被鬼附身，啊，有一个人被鬼附身，他就全身脱光光到处乱跑，那、啊、村子里面怕他作乱，所以用铁链把他捆住，捆住没多久就被他挣脱，因为他很有力。 耶稣光的身体在坟对吧？耶稣一来的时候，他就跑到前面说：“永生上帝的儿子、啊，我时候还没到，你今晚来，的，你给我下地狱哦。”耶稣说：“你叫什么名字？”阿一公，他讲不出他自己的名字，就有鬼帮他回答：“我叫群，滚呐、啊，滚呐，滚！”因为附在他身上的鬼很多。耶稣说：“你从这个人身上出去，所以这鬼全部跑出来2000，冲到两千头猪，两千头猪就冲到海里面，全部淹死。”耶稣代表真理，真理一出现，鬼就跑掉了。 这个人就醒过来了，就知道去穿回他的衣服，恢复理智。台湾都像那样，跪体用跪贴的回，大力起下郎。我们搞不清楚自己是谁，啊，认同错的方向，认同错的 identity。听完然后蹭一开啊，透过这故事，我今天讲这么多东西，目的只有一个很简单的，就是让台湾人蹭一个。我给很多的解码器，不同的解码器。 我短时间想办法给你们越多越好，可是时间有限。哦，好，我跟你讲，我只是一个艺术家，画画的，啊、嗯，但是呢，我的正正职是应该去画画。可是我当我碰到这个状况的时候，我跟你们讲另外一个简单故事。没有人记得他高呃大学毕业的时候校长讲的话，对不对？大家都在下面乱成一团嘛，谁理校长讲？我会记得。 我在美国的学校研究所念书的时候，校长讲过，他说，一个人一辈子都要 fulfill，因为是满足一个 calling，一个召唤的。什么召唤？有人叫 from within, calling from within，calling from without，calling from above。within 的意思是什么？五郎天生就很喜欢音乐。哦，这个我这辈子就是喜欢音乐，可是他因为联考压力、家庭的压力，于是他就去当医生。 当完医生一辈子都不快乐，赚了很多钱，最后老的时候还是回来学音乐。为什么？他这辈子呼召叫他来做就是音乐嘛，他走错路了嘛。他为了怎么讲，应该要,要出卖自己，不要没有那么厌人众了，就是走一个比较容易走的路，就探了急，结果他还是不满足嘛。那有一个人叫靠天发微道，就算你是天生的音乐家，听到家逢变故，没办法，你要起来耍弟弟耍妹妹，对吧？叫够北部。 那个时候哪有想到你个人的呼召啊？那时候要跳出来解决家里的问题嘛，叫 calling from w i t h 或者社会里面发生什么大变革，你站出来嘛。还有一个叫 calling above，above，above, 就像马马杰博士嘛。诶，台湾跟他什么八竿子打不着地方，他为什么跑这么远跑来？跑这边谁闯过谁教呢？一辈子奉奉献在这边，他就是一个上帝叫他来做，所以他来做。他不做，他就有祸了，他就觉得不舒服。所以一辈子人都会有一个呼召啦，哦，不晓得什么，在座各位是什么？ 但是对我来讲，我以前我的护照是画家嘛我好好的画画嘛。可是当外界的事情改变的时候，比如别台湾没进户法理这个东西出来的时候，我讲不行嘞、欸，所以我画笔暂时放一边，我专心来做这件事情。等到打完金匠掏把给 A 尊，我再回去画画。这叫不费我的 calling 嘛，这是我的护照嘛，了解吗？我今天讲到这里，下课。各位同事下课休困啊，我靠我一当用餐呐、啊，谢谢。